掉头发，你就这么几根头发，这掉没有了。头哥头发，看一下我被踩掉的整整一把头发，哦、两把哇。给你取个名字吧，就叫严桂花怎么样？这个名字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霸气的名字。长哥呢？哎呦我的妈！终于来了，都多大了还玩这个呢？看今天给我兑了1000个币，我看多沉。强哥跳舞机玩吗？我不要，我不去。嘴上说着不想，其实心里还是挺想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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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先去玩那个打枪的东西，就这个，来吧。咋帅咋来。右上，右上。还我！我死了。爸。啊！我们没盾牌呀。啊，哥。啊1000个币就是爽，挥霍！大哥，快，我死了，快快点！我还没死。哎，老大，偷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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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！哎，不堪一击了。是啊。鬼屋走不走？走。谁喊出来谁去玩跳舞机。行。都没在怕的鬼屋，小意思。好了，我话放这儿了。好无聊。鬼屋，小意思。我话放这儿了，好无聊。来，请吧。直接破功。一位。鬼屋，小意思了。我话放这儿了，好无聊。某人刚刚说什么什么小儿科什么小儿科没在怕的，这什么关卡呀？实验大楼好像。我不会被这个里面的东西吓死，我会被复制烧吓死的。好无聊啊！别动，别动。这虫子，虫子对吧？我觉得应该去带富士超看恐怖电影，笑死我了。就这出去，主要是虫子。你们别说了，跳舞机吧。跳舞机，那你陪我一起呗。我不，三哥一起吗？那是惩罚，不是奖励。这样我自己先拿一个，然后你再陪我一起来。这个大哥你上吗？你上吗？人家就俩人玩嘞。来啊，跳舞机吧。没在怕，我先看你秀一把。没动呢。上左右左上右左。怎么玩？就这水平还玩跳舞机？就我看完你的表演之后，我就想说，我不会跟你一起玩的。这老妖怎么演了？答应我了，答应我了。今天三个人也是爽玩了一波，收获满满。现在我们要去看看，这么一堆券可以兑些什么东西。哎，能兑的东西还挺多的啊。我好饿。他不是靠兑换吗？我们先问问。对啊。小哥，问一下您，就是我们这么多可以兑换自嗨多吗？差不多可以的。可以的。谢谢。有吃吗？现在兑这个，还是多整几个半。应该够。再拿，再拿，再拿。哎呀，来个这个。学员人气榜前三名学员将获得你的名字录制机会。周三、周四、周五中午12点，你的名字准点解锁。